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打坐才是禅修吗？常有些人抱怨说，我没有办法打坐，因为我太烦躁了，只要我一坐下来呢，就会想这个想那个。有些人认为禅坐的意义就是以某些特殊的方法坐着，事实上呢，站着、走着、躺着都可以是禅修的方法，我们可以在一切的时间中修习禅法。所以呢，了解禅坐的修行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来解说禅修的方法。所谓修行，对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就是啊，练心的方法。心有烦恼，心不能安定，心就会感觉到不自由、痛苦。如果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宁静下来，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能够清静下来，那我们就从烦恼得到解脱，我们就从愚痴而变成有了智慧的人。所以修行呢，很多人不了解，认为用身体来修的，身体这是帮助我们的心呢来作为一个工具。因此在印度啊，修行的方法通常都是啊用打坐的姿势。可是呢，对于佛教来讲，释迦牟尼佛并没有一定呢叫人家全部是用打坐才叫修行，走路也是修行，吃饭也能修行，讲话也在修行，睡觉也在修行，甚至于上洗手间呢也在修行。我们家庭主妇们呢，去菜市场买菜，在家里厨房里边打扫、煮菜、煮饭，这都可以修行。就看看我们的心呢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心很混乱，你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修行。如果心里边呢充满了烦恼、妒忌、怨恨、贪求的心，到了我们寺院里边，虽然坐在那边像个样子，其实这个这是样子而已，它不是修行。有的人在庙里头住了一辈子，他也上殿、也过堂、也拜佛、也诵经、也持咒，但是呢一辈子都是烦恼很多，这种人算不算修行呢？没有修行，这是在混日子，这是人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这不是修行。修行呢主要是啊从心来修的。因此作为禅修这个名称呢，禅在印度啊就是这定的意思，修定。修定呢一定是从观想开始的。观想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用一个特定的一个观念，或者是呢一个焦点，或者是一桩事，或者是一个名词，我们不断的反复的呀在那个特定的一点上反复的在用这个念头来把它代替啊许多的杂念、妄想、烦恼，这叫做修行呢、啊、这个叫修行，禅的修行。但是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做呢？因为坐的姿势啊是比较稳定，身体不是乱动的时候呢，心也可以比较安定一点，因此坐的姿势比较是啊好的。所以打坐的人修定呢、啊、比较容易修，一边用好的姿势坐正了、坐稳了，然后呢再用一个正确的方法，也就是啊比如说数呼吸了，
比如说念佛了，比如说唱话头了，这些呢都是啊用一种方法，用一个正念，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在一个正念上面，念头啊就不会混乱，不会散，不会昏沉，也不会打妄想。那么这个修行的方法是最好的修行方法，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呢有的人呢这个腿根本不能坐的，不能坐的原因是什么？有的人呢是有病呢不能坐，有的人呢并没有病，他的腿就是硬的，怎么坐他坐不起来，那怎么办？不是盘腿坐，你坐的是正襟危坐，你坐在高椅子上两个腿垂直了也是坐啊。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够，你靠在椅背上也可以坐啊，如果靠都不能靠，躺下来床铺上也可以用方法呀。但是你躺了太久了，坐了太久了，觉得身体不舒服，你也可以进行呢。所以进行就是散步一样的走，在进行的之中过程中也是用可以用方法呀。另外呢你在洗衣服、扫地、擦桌子、洗碗筷，这个时候你心还是不要乱呢，这个也算是啊修行呢。如果能够啊心无二用，那你这个就是正念，这个就是禅修。所以呢不一定啊要坐着的啊，不能坐的人一样的可以修。那么刚才讲到啊，知识是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知识是不是可以修？同样的可以修。所以有的人专门持咒、专门诵经也算是啊修禅定，也算是修智慧。所以禅修这样的一个法门呢非常的广大，不要限制着认为只有啊做的才是叫做禅修。这样子我相信呢任何人都能禅修，对不对？但是呢在寺院里禅修，因为有师父指导，有共同大家的一起帮助共修，那力量比较强一点，这个懈怠心比较不容易升起。所以这个还是鼓励大家到寺院里共同一起禅修，在家里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安定的地方好好打坐。禅修呢可以减少我们情绪的波动，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安定，更自在，也更有智慧。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如何随时随地的来禅修呢？禅修又有什么样的步骤跟方法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你们现在就好。是师父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啊，是这个禅修它的步骤跟方法是怎么样的？禅修的第一个步骤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放松，然后呢心情放松，放松是我们的最基本的。然后第二个呢，禅修的时候我们是有目标，希望达成呢或者是最高了不起不得了的就是开悟。那其次呢我们身心的健康，或者是呢心里的平安啊，就身安心安。嗯，然后呢所以开发智慧，那我们就叫做开悟，这是步骤。可是呢这方法来讲的话，最简单的就是
体验自己的呼吸，呼吸出，呼吸入，谁都知道，谁都会，问题是说很少人享受自己的呼吸。呼吸也可以享受哇，呼吸在世界上是最大的享受啊，是最可贵的享受。是，但是呢，很多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忘掉这呼吸是这么可爱。对啊，人跟这活人跟死人差的就是一口气就是会不会呼吸，会不会呼吸，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了。这个真正的事实上来体验这个呼吸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体验。体验就是鼻孔进去的时候啊，来体验就在鼻孔的头上面呢，这很凉爽的感觉。这凉爽的感觉不仅仅是鼻端的，连我们的这个地方也感觉到凉快凉爽，然后这个地方也觉得凉爽，然后这个身体也觉得凉爽。如果你好好体验的话，那呼气的话呢，就好像是说我们这个窗子啊，把那个窗子打开，打开以后然后再把它关起来，这个呢也可以说有点像这个什么那个泵浦，打气，抽起来放下去，抽起来放下去，那这个气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气球越来越多。可是呢我们的呼吸不是这个样，呼吸呢一出一进，一出一进呢，就是在调节我们身体里边的氧气和废气，排出去是废气，吸进来是氧气，排出去是废气，吸进来是氧气。废气太多的时候不舒服，是必须要排出去。氧气吸进来的时候好舒服，但是氧气消耗尽了又变成废气，又要排出去。所以每一次吸进来是氧气，是营养，然后排出去的呢是废气，是身体的必须要排出去的。所以这个人的身体啊始终都觉得好舒畅好快乐，这个感受上啊，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是一种享受。哎，师傅，刚刚您讲，我以前啊吸气的时候只觉得鼻头是很清凉的，那您刚刚说这里清凉，我试了一下，我发现这里有清凉，可是还是很难做到这里这里都清凉，是为什么？这个因为心还粗得很，你心比较细的时候，呼吸一定是从这里进去到脑门，经过喉咙啊，然后到了肺部去的。那肺部如这个力量啊，会影响在下横膈膜往上降的时候，你的小腹要维持都有感觉。所以这个要是慢慢练，没有练心粗感觉不到。所以这个呼吸啊，如果你练好了，是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那它还有什么？就是除了享受以外，它还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为什么我们认为禅修这是第一步？那这个心里安静呢、啊？你主要你享受呼吸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是平稳的。我们常常这么说了，心息或者心气是啊相通的。我们的呼吸均匀，我们的心脏的跳动、脉搏的跳动也会非常的平稳。心脏的跳动以及我们的呼吸的这个均匀，这两种啊多配合起来的话，那我们的心情一定是平稳的，不会的七上八下。所以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心情不稳定。因此当我们呢有恐惧的时候，有忧虑的时候，或者是呢太兴奋的时候，或者是受到什么刺激的时候，不管是刺激是一种好的刺激坏的刺激，好的刺激就是你兴奋就受到这个好刺激，坏的刺激你就是受到打击。那么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如果享受呼吸，那你心情马上就平稳下来。对耶，我记得我大专联考的时候啊好紧张啊，那个老师事前就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紧张的时候
你就深呼吸。我那时候手抖的都不能写字，我就赶快深呼吸，深呼吸一下后，哎，就可以开始写字了。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禅修？这呼吸带来的好处，这呼吸让你心情平静。是啊，有很多人叫深呼吸，深呼吸。如果深呼吸做多了也是不好的。哦，不需要，因为没办法控制，那你只有深呼吸。如果你的心情不是那么波动，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啊，不需要深呼吸。如果你是非常紧张，你深呼吸几下，深呼吸本身也是紧张，用紧张来缓冲你的紧张。嗯哼，这个使得你心情能够平静下来。嗯，就是说，所以说那个深呼吸应该不是禅修，但是呢跟禅修有关系，那就是我们叫做呼吸法。这个修行的方法，就禅修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呼吸法。呼吸法练好了以后呢，至少我们是很健康的，那随时随地都可以保持你的心情的平稳。这个是呢，呼吸的好处。但是我们说要禅修，第一步呢就要放松你的身心，第二个呢就要开始体验呼吸。师父说呼吸不仅是我们最大的享受，同时呢练好了呼吸法呢，我们可以身体健康，心情平静。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如何来练这个呼吸法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大家好。是师父，这个呼吸哦好像是非常简单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呼吸嘛啊。可是这个呼吸法跟我们平常的呼吸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修炼呢？呼吸法就是平常呼吸，不需要怎么修炼法，只是说你在体验呼吸，你晓得呼吸，在享受呼吸，这个就在修炼，并没有一定啊学习的怎么样子啊，什么呼吸法啊。往往有一些人呢、啊、是这个，所以我们要修呼吸法，是结果不会呼吸了、啊、本来还会呼吸，因为要修呢，结果呢控制呼吸、啊、一控制呼吸，呼吸就很困难了。是我们的呼吸就是平常的，平常的呼吸呢随着我们这个身体的运作，这个呼吸是啊，自然而然的，快和慢。如果我们动作激烈一点，呼吸自然会增加加速。如果我们身体非常平稳，没有劳动我们的体力，那我们的呼吸自然而然的缓慢。所以这个不需要控制它，而是呢自然的，就是你只知道呼吸就好，呼吸进，呼吸出。呼吸进，呼吸出，这个不要离开你的对呼吸的感觉，这个就叫做修行。可是师父，我觉得好难呢，因为哈、哦，平常我们要不是你完全不察觉呼吸的存在，要不就是你去察觉的时候，你好就想要说啊、哦，让它慢慢进，慢慢出。然后，譬如说像以前他们说，呼吸要慢比较好，还有什么所谓的。腹式呼吸法，说瑜伽，对，说要把气一直吸到那个肚子里面，你要感觉当你这样吸的时候好像就是慢了嘛。这个呢是道家的修行法，以及呢印度教瑜伽的修行法，他们的确是啊重视呼吸长呼吸短呼吸深呼吸浅，呼吸快呼吸慢，那是控制呼吸啊。这个方式是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大概可以的啊，可以练。可是呢在我们指导的呼吸法呢不需要那样子麻烦，你只要平常呼吸就好。所谓平常呼吸，往往你自己一注意到呼吸，你的呼吸就不平常。对呀、就是啊，那就是说你享受呼吸，请你不要注意呼吸长短，
你知道呼吸出呼吸入的感觉，请你不要觉得哎，我的呼吸长还是呼吸短，我的呼吸深还是呼吸浅，请不要注意它，而只晓得呼吸的感觉蛮舒服，呼吸的感觉真好真美真妙就好。不要你讲到哎，这个呼吸大概叫得长一点吧，叫得深一点吧，叫得慢一点吧，那你就是控制了。一控制呼吸的话，你的呼吸就会急促，是你叫它慢，慢了也很痛苦闭气了，你叫它快，快得很急促，那你也上气不接下气会，这个都是有问题，都是不健康的。健康的呼吸法是平常的呼吸，那个平常呼吸就是请你不要在乎它的长短深浅粗细，不注意的，你只注意这个感觉，就是很专注的感觉呼吸进来、哎、气进来对出去，哎，就是感觉到呼吸进呼吸出，它要进它要出，你不控制它，它自己进自己出，它这个自然而然这个生理里会有这样一种运作啊，它自然的，我们在需要呼吸的时候吸气，它就直接吸气，是，所以是呢，我们从婴儿开始，从妈妈肚子生起来开始就会呼吸，不需要控制它。可是那这样察觉跟不察觉，它的差别在哪里？不察觉，你的心在乱，你的心受到这个外境的影响，或者你头脑里边的一种思想的这个影响啊，你的心会产生一种恐惧啊、忧虑啊、嫉妒啊、骄傲啊，这个种种的这个情绪的，我们叫做烦恼心，这个头脑里面在转。如果我们察觉呼吸、享受呼吸，这些烦恼全部不存在，这只觉得呀，呼吸很好，呼吸好美。那这个是为什么叫做享受？一个是呼吸的本身就是一种啊体会的享受，第二种就头脑就轻松了，头脑就没有负担了。为什么？因为头脑不再胡思乱想，不再紧张，不再啊痛苦，不再啊忧愁。师傅，你讲得很对耶，虽然我还在很初步的阶段，可是我自己本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开始做早课打坐了一段时间啊，我发现我最大差别就是我好像很少有烦恼了，比较情绪非常的平静，每天都很快乐，所以我在想，我一直在想，哎，这个改变是什么造成的？那我想说可能是打坐，可是我又不觉得我在打坐里面做了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奇妙的改变？对啊，这就是打坐的功能呢、啊、因为你打坐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心情心境调整了，已经是平静的，所以你这个一天你会感觉到平静，你早上起来就已经呢做了平静的准备，已经好像这个衣服啊要出门以前把它烫了、这个你出了门以后呢，衣服是平的，然后一到回家以后啊，可能因为你坐公车啊或者是什么，你这个衣服上有一点皱痕，回去再烫一烫，所以晚上最好再做个晚课对，再做个晚课，对，衣服再烫一烫又平了，所以这个心情也是这样，心你在打坐的时候就好像是把衣服烫了一下，烫平了，它叫它服服帖帖，叫它舒舒服服平平顺顺，那出门工作的时候心情实际上是平稳的，遇到冲击，这个大的冲击你还会有起伏，是，那小冲击大概没有问题。师父开始我们说练呼吸法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察觉，要去体验，但是呢却不要去控制你的呼吸，也就是说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都不要去在意它，不过呢要数息，怎么数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师父在上一集最后呢，我们就谈到就是说
练就是在练这个呼吸的时候啊，是不是要去数息？您说要，那怎么数？为什么要？第一，因为我们享受呼吸，享受呼吸啊，如果没有杂念呢，很容易昏沉。因为人的心就是心猿意马，你太单纯的时候啊，没有事情做就休息，休息了就想睡觉，那就不是在修行了。第二，你注意呼这个享受呼吸，享受呼吸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以后啊，你头脑里面会出现了杂念，你就会胡思乱想。那么在这个两种情况出现以后，你也再体验呼吸，体验呼吸可能呢比较麻烦了，因此呢加一个方法，叫数。数目的就是啊，让你的心有事情可以做，否则的话你老是太单纯了，太单调了，觉得无聊了，那你打瞌睡，或者是呢你觉得没事情呢就乱想想其他的事情去。因此呢有事情让你做，而做的并不是那么复杂，非常单纯，叫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且呢还不能超过十啊，就是因为我们原则上呢数一口气啊是数的出息，通常都是数的出息，而不是数入息的啊，出息。哎，原因是什么呢？一般的人呢出息的时间比较长，入息的时间比较快，所以那个数出息，不管入息，入息自然会进来，那因此呢通常就是数出息就好了。数出息，比如说我一口气出来，我知道一口气出来，然后呢我数一个数目，数一个数目，我的念头不在呼吸上，而是在那个一那个数目上，这个数目啊老是一直下去，在当吸气的时候还是在一，你不管吸气的，你只管出气的时候你数一个数，数个数一直到第二次再来出气的时候再数第二个数，那这个数完数以后你是不管这个呼吸了，而只管那个数目，你晓得再数一，然后呢到第二口气的时候你再数二，第三口气的时候你再数三，一出一入数一个数目，一出一入数个数目。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的习惯是这样，吸气的时间呢长，呼气的时间呢就过去了，呼得快，多半呢呼得快吸得慢，这个对身体是不好的，这个气守不住，我们讲是守气啊，气进入你的肚子里以后啊，进入你的肺部以后啊，要守住它，慢慢的出去，慢慢的出去是健康的。如果呼吸呼得太快，吸气吸得这个很慢，呼吸呼得太快，对身体是不好的。或者是呢，呼气吸气都是快速的动作，那这个伤神伤肺，都会伤。那么如果说是平平稳稳的，出气比较慢一点，呼气吸气比较快一点，也不是那么快，这个比较快一点，呼气呢比较慢一点。但是还有，吸气不要吸得饱饱的、满满的，那边深呼吸，不能够吸得很满，大概80%就可以了。如果吐气也是一样，不要吐得干干净净，吐得干干净净，你的肺里头啊一点空隙都没有的时候，对，憋的感觉，你叫憋气，叫做，所以肺始终啊，中有一点气留在这里的，那呼气、吸气、呼气、吸气，第二口吐气的时候，它这个
这个排出去的那个废气啊，一定会排得出去的，不会。所以你这个第一次没吐完呢，你好像老是有废气在肺部，不会，它是自然而然呢，它会调剂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是80%，每一次都80%，吸气不要吸满，吐气不要吐尽。那数数的是什么？数的是1、2、3、4、5、6、7，数的出气啊，数的出气，而不要数入气。但是如果有的人已经习惯了，这吸气就是这么慢的，吐气比较快一点的，那可不可以两个都数呢？吸进来也数一，吐出去也数一。我有一阵子就这样子。好，也可以吗？可以，因为你同一个数字，非常单纯，你。这个一，这个，都是可以的啊，都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数了两次，对，数了两次你还是第一个数目啊，没有关系，没有影响，没有影响，这个也很好，这也很好，要不要改呢？我现在正在改，不必改，也不必改，不必改，这个已经习惯了，数得很好的话不需要改。你改了反而扰乱你自己，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呼吸法主要的是叫我们呢是得到头脑的宁静。身体因为据呼吸法的关系，呼吸正常你的身体是健康的，因为你氧气这个非常充足，而废气一定排出去的。这个为什么还有一个呢？坐的姿势也有关系，你呼吸，修呼吸法，如果姿势做得不正确，也有问题。我们一直在谈怎么样来体验呼吸，享受呼吸。师父说，当你在专注在呼吸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头脑非常的宁静，不起杂念。果然，我觉得非常的愉快。这种愉快呢，可能是我们平常都没有感受到的。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的继续来注意我们的姿势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在上次您谈到这个体验呼吸哈，要数息。那么，然后您说姿势也很重要，除了放松以外，还要讲究姿势哈。是不是继续给我们再深入一点的说明？姿势主要的是脊椎，脊椎和我们的这个脑椎，啊哈，下巴，如果这个成一直线呢，下巴是往下收的，而脊椎是一直线的，这个脑椎跟脊椎是要成一条垂直线，我们叫顶天立地啊。这个头顶是顶天，我们的身体是立地，这成一条垂直线，这个是身体是最健康的一种坐姿。就是你不是学打坐啊，是，平常你坐姿坐成这个样子也是非常健康的。是，当然，这个你不要老是僵硬的，还是很柔软的。我现在是不是做的标准呢？标准。标准。这个呢，所以坐姿，主要的是啊，我刚才讲的啊，顶天立地，使我们的脊椎能够直了，是非常重要。但是真正的打坐的时候啊，倒又不尽然。时间长了，长时间的打坐，有的人呢，他这个腰是没办法直的，他就是弯了腰，他蛮舒服，直了腰啊，他就没有办法坐了，坐了很紧张，蛮痛苦的，背很痛，所以说背弯一点呢，他一定坐还不时间坐得蛮长的，心能够安定啊。如果做到这个功夫到了，或者身体的这个身体啊
自然而然把你的这个脊椎把你拉直，有这样的现象。哦，哎，所以就是会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它自然把你拉直，你不是要故意的，你自己挺起来，它自己拉直的。但是呢，偶尔打打坐，不是长时间打坐的人，还是保持啊这个标准的坐姿，那对身体是健康的，因为你坐个20分钟、30分钟啊，你还要弯腰驼背，你根本没有机会挺直了啦。是。是，可是很多人啊、哦，一想到就说呼吸哈、打坐哈，马上就想到说要盘腿，是不是真的要盘腿呢？盘腿是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气啊，它是气啊，就是盘起来以后，两只脚，这个气是对流的，哦，直接对流，这血液没有对流，但是气是对流的，通气的，所以这个。对身体是健康的，是有好处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气是储血的，而不是放气的，不是把气排掉。我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它很可能就是脚上排出去，脚尖排出去气。那如果盘腿坐了，它这个气不是排出，没有排出去。可是好多人说，哎呦，我没有办法，我怎么就是不能盘得那么好？散盘可不可以呢？如意坐可不可以？是啊，最好是那个双盘。是，那个双盘是效果最好的。如果要不然的话，就是单盘了。否则的话呢，那个两个手两个脚这样交叉的坐也可以。哦，那或者是你一只脚伸直，一只脚盘坐也可以的。那这个目的啊、是在调你的心。是在健康你的身体，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啊，这个腿筋啊已经硬了，这个韧带啊已经没有弹性了，您一定要叫他把他的双盘盘腿，他会断掉啊。是，那还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要找一个地方啊盘腿坐下来啊也很困难，不过现在上班族很多。那他们有人说，其实这样子端端正正的坐着，就这样子体验一下呼吸，上班累了啊，放松一下体验，也很好。师傅您觉得呢？很好。那么这个呢，一种是静坐法，一种是休息法。如果休息呢，就是靠起来，这样子休息，充分的休息。把身体放到无重量状态。这个重体重量放在哪里？重量全部在椅子上了。身体上没有负担，那这个是啊，充分的休息了，这不是打坐，这是坐的休息。如果是静坐呢，打坐呢，是还是要把姿势坐正。姿势坐正了。这个就是进入啊，我们叫是打坐啊。打坐不一定要两个腿子盘起来啊、坐正也可以、你坐在椅子上也可以的，最好不是这样的椅子，应该是硬的椅子、沙发不好啊，硬凳子比较好，没有像这样子的沙发，硬的凳子。那有人说你在这样子打坐或者是体验呼吸的时候，最好你应该想象你自己像一片白云一样，也就是说好像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空啊。想象你像是一片白云，在空中，你也没有重量，这也可以，但是时间不会太久。是。这个你想象啊，你头脑里有杂念出现的。所以是，如果就变成白云一样，这个很轻松的，就是坐在那地方，这也不是修行的。修行一定是啊，有心在体验，体验着身体，体验着心，这样子的，就是心有事情做，心是在工作的状态，不是在休息状态。若修心嘛，修行禅修，如果你是在休息状态，那又变可能变成一个我们叫做无记，也就是变成空白。是。如果说是你想象是一片白云。如果是真正的想象一般白云也不错，是啊，也不错。
如果你到想象一片白云，到最后你头脑里是空空的，这个不是在用功。师父在跟我们谈到这个禅修打坐的方法，第一个要放松你的身心，第二个呢要体验呼吸。那么师父也谈到了呼吸的方法，还有呢打坐的姿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谈谈什么时候适合打坐，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打坐？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说到这个打坐是我们修行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不起杂念，可以让我们非常健康，让我们生出智慧，啊，我们都好心动。可是很多人一想到打坐呢，就觉得好辛苦啊。师父，您觉得打坐是辛苦还是享受？啊，看你用什么心情来体会它。如果说是你有兴趣一打坐，那是一种享受；如果你没有兴趣，你是被强迫的，叫你来打坐，那是受罪。师父，我的体验啊，因为也许师父比较忘记了，因为师父打坐太久了。我刚刚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去打禅山的时候，我每次想怎么还不想离，脚可以放下来，脚酸痛死了。后来回家以后啊，每次心里想说我应该打坐，可是呢，哎，坐在那里，这个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说，平常想不起来的事，一坐上那个打坐的垫子，全想起来了。陈年烂芝麻旧谷子的事，全想起来了啊，就很烦，然后就不坐。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坐不住，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有一天开始坐了以后呢，就坐住了。然后越坐呢，哎，我就开始感觉到有那个好处了，然后就会开始你很想坐上去。有时候甚至坐了，虽然知道上班快迟到了，可是还是不想起来。这个从这个苦到这个乐，这个变化的关键是什么？有的人没有经过克服的。哦，真的。有的人，那多半的人会像你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最初开始不习惯，对你的身体不习惯，对你这个方法也不习惯，还有你的观念上也没有这个，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啊意愿。可能心也不习惯，心不习惯，没有这么平静过。对，那因为太平静了，觉得很无聊，所以这个正很无聊，那就想东西去了嘛。所以啊，一个是腿身体不习惯，这个腿啊，通常的人腿都会痛的。我这么老了，我已经打坐几十年了，如果时间坐久了，腿还是会痛。但是呢，我会享受痛，我以腿痛为我的享受，这好舒服。为什么呢？痛快呀！我现在很难体会啊。那么，师父，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数息哈，那有的人就说，那念佛号可不可以呢？可以啊，因为有的人数息不习惯，数息越数越乱，越数越烦，越数呢，就把呼吸跟自己的心跳连在一起了，结果不是数呼吸，而数心跳。那这个也麻烦了，心跳脉搏啊，跟我们的呼吸如果连在一起的话，连在一起数，那我们的脉搏一定是啊，越来越这快，或者越来呢越紧，那是很糟糕。那因为数息就说是这个样子。许多有一些人不是许多人啊，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学习，这不是不适合，而是说他没练，这个还有这个观念没弄清楚，这方法要领没弄清楚，所以说呢，学习数不好。那这些人，他暂时啊，他没有兴趣数，也不想再数，你再叫他数，他宁愿说我不想打坐了，那也可以念佛，念佛也不错。哦，也是可以的。念一句阿弥陀佛，数一个数目；念一句阿弥陀佛，数个数目。那数符号，而不是数呼吸。哦，对，其实功效。你呼吸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然后念一。对，这样子。你不管呼吸。不管呼吸。
啊，就一直念阿弥陀佛，不管呼吸，不要用呼吸阿弥陀佛数目把它配在一起。哦，真的啊？不要。那如果我有一阵子啊，这样吸一口气我就念一，然后吐气的时候我就念阿弥陀佛，这样就太多了，是不是？太多了，太多了。念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佛，不管呼吸就呼吸，不管呼吸，不管呼吸，哎。是，那么是不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坐呢？对我来讲的话，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坐，任何时间也都可以。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打坐，但是呢，我们总是希望啊，精神饱满的时候是最适宜打坐的，心情稳定的时候是最适宜打坐的，那疲倦的时候不适宜打坐，劳累的时候不适宜打坐，因此呢，我们精神饱满是什么时候？睡觉刚刚起来。对，所以我觉得早上打坐哈，特别好。是，早上这个时段是最好的。那打坐早上打完坐以后，今天一天都是很，非常非常的舒服。但是呢，晚上啊，还是可以打坐。哦。晚上你回家的时候，先洗个澡，或者是冲浴淋浴了。你把身体上的肌肉、头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呢，稍微休息一下，放松了身体全部休息一下，然后，大家看着连续剧的时候一起打坐。那有的人习惯睡前打坐，睡前打坐会不会打坐以后精神太饱满就睡不着了，还是会睡得更好？打坐以后要运动，如果不运动的话，可能睡不着，因为精神饱满。运动一下，筋骨啊舒缓一下，就会睡着觉。打坐以后的确是，有两种反应：一个人觉得越坐越累，越坐越困，那是因为你精神不是很好；那一种呢，越坐越想坐，越坐越想坐，不想睡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睡觉，明天要上班要工作，那你做做运动。这个柔软的运动是做完以后来睡觉。可是很多人认为，就说他说哎呀，我宁可不睡觉，我要打坐，因为打坐的效果比睡觉更好。没有这回事。睡觉就是睡眠。如果一个人如果专门是打坐而不需要睡眠的，我想还没有这个。当然了，有的说是不捣蛋，也就是晚上坐了这个禅凳上啊，不睡觉，那么这些人多半是在禅凳上睡觉的，所以是最好还是，最低限度的睡眠时间还是需要。师父为我们开示了禅修打坐的姿势、方法跟步骤。那么不晓得您是不是已经开始体验了这个打坐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坐？那么打坐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我想啊，有一些朋友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他可能开始要体验呼吸，他可能也想要自己做做看。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坐？打坐需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忌讳？我们介绍的，其实任何一个人呢都可以试试看，特别是呼吸法，这个对自己的情绪啦，对身体呀，很有用处。那么这做的姿势，还是对人的姿势啊，人的这个健康有用。就不是打坐，你做的姿势做直了还是有用。不过呢，正式的，如果想要说是很有规律的，来打坐，而且每天都打坐，希望每天能够坐上多少时间，这就是要进一步啊，最好是能够跟老师学了。所以从电视上
学打坐，这是不安全的。如果是从电视啊、电台啊、书本啊看到的一知半解的，认为达格康懂了，就开始学打坐，那这个那就是要看运气了。这个如果这个自己的心理啊不是那么健康的人，或者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心理健康不健康，或者是身体上啊适合不适合打坐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反应，不知道，那心理上有了什么反应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身体上有了反应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好还是跟人打，跟老师学了是比较安全。学的时候呢，他是给你上课，同时告诉你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发生，应该是怎么处理。有的时候是因人而异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同样的问题会发生。是，所以可以针对你特别的情形给你指导。对，那就是说我们在电视上啊，我讲的再详细，就像我们上课一样的，是，那就是变成空中教学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保险呢？还是不保险？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你这个学生，你自己这个情况我不清楚，老师也不清楚，所以是呢，是无师自通的这种打坐法，最好是避免。是。不过呢，我们介绍的那种，刚才我已经这个说了，前面几集啊，讲的呼吸法啦，以及那个打坐姿势啊，应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这个可以练一练。可以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学习啊。那么有的人就说，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譬如说老人家呀，或者小孩子啊，有没有说在多少岁以前不能练啊，或者说多少岁以后你就最好不要打坐了？少年、小孩、儿童，但不要超过啊15分钟。那这个2分钟、3分钟，一直到15分钟，不能超过15分钟了。超过15分钟，小孩子的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但是暂时的几分钟可以，打坐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时间的关系。是，小孩子啊，因为没成熟，他这个心就是浮动的，所以坐太久恐怕就受不了。不行。那老人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老人家是这样子，没有问题啊，看这个身体健康，健康度有关系。如果说是身体非常衰弱的人呢、啊？那就没办法打坐，一坐他就打瞌睡，特别是这个腿已经很硬了，那没办法盘腿坐的，那只有坐椅子也可以了。坐椅子练习一下呼吸，体验一下呼吸。对，但是呢，也有人呢，80多岁、90多岁来跟我学打坐，这还是没有问题。所以是。那会不会说像有些运动啊，比如说你有些心脏病啦，或者是高血压啦，那个医生会说你不要跑步啊，不要从事激烈活动，打坐大概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吧？这个呢，有的人呢，他那个这神经系统或者是脊椎、腰椎或者是那个关节受过伤，或者是呢，不管他是什么伤害啊，那打坐的时候可能稍微要小心一些，因为这个姿势要纠正了啊，姿势端正以后，他就发生有种疼痛的现象。是。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心脏病、糖尿病、这个神经衰弱，这些。这是慢性病啊，打坐倒是很有用的，如果是反而可以治病。这个他这个气脉像通了，那对身体是有益处。还有，心脏病的人呢，这个如果以享受呼吸的这种方式来打坐，那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心脏病的人你是配合着心脏的跳动。但数呼吸那就有问题了。是。那么还有啊，就是孕妇有的时候就想说，哎，我打坐的话到底好不好呢？孕妇最好啊，先检查这个胎是不是
很安定的，太安定打坐是很好的，一直到临盆位置没有问题。不是因为打坐而对胎儿不好，那打坐对胎儿是非常好的。可是呢，有的人呢，因为打坐的时候那个坐在底下站起来，站起来坐下去，可能坐的姿势或者是呢动作会扭到啊什么啊，在避免。但是呢，如果是一般的孕妇啊，大概是到了第七个月、第八个月打坐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本身好像怀孕以后就打坐吧？我怀孕的时候也有打坐，我觉得好像非常好。然后我生下小宝宝特别健康，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打坐有点关系？有关系啊。个性也非常好。怀孕的时候，你自己在心情很平顺呐、啊，那小孩子也会受影响。